孙海平教练在采访当中曾说过，就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能培养出下一个刘翔了。那他平时会对你直言这些他的这些目标和期待吗？不会，因为他一般他如果平常这样说的话，其实也是从侧面给我一些压力嘛。其实他对我们来说，对我跟我们对我们队伍来说其实都非常好。他其实就想让我们做自己嘛。他在这个行业也是已经奉献一辈子了，所以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渴望培养出下一个刘翔嘛，但是我们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，就是向他靠近。